有超多优点。如果呢你是机车族必备，有拉链又可以扣子扣起来，超级防风，让你在寒风中依然保有温暖。因为像我是过敏儿，我的鼻子真的超干，所以你一定要这种可以包起来的。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体的蓬度感非常的蓬松，而且要告诉大家什么，铺棉外套一定要选，因为在台湾太潮湿了，这种外套相对比较好铺哦。而且这一次我给大家的是拉链可拆，我觉得非常的实用，重点是它很轻盈，然后一样是有大大的口袋可以给你放暖暖包，然后穿起来你会发现哇超级保暖，然后又不会很发胖的感觉。